第四题，下列有关实验室安全守则的叙述何者错误 ？A. 打开所有窗户保持通风，这个是对的。我们进入实验室要打开窗户保持通风。B. 在实验室严禁追逐嬉戏，这个是对的。实验室不可以追逐打闹嬉戏奔跑。猪，比如碰到强酸或强碱时，应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，这也是对的。我们说，我们碰到了强酸强碱，要用大量清水冲洗。C， 为了避免口渴，可带饮料进去喝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说，实验室要不可以饮食，要禁止饮食，因为你可能会不小心吃到了一些有毒的化学药品，造成伤害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实验室安全守则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为避免口渴，可带饮料进去喝。